这个星期天的台湾假跳槽，我们就要带你去品尝好吃的日式拉面，量身定做的面条和汤头，贴心刻制出无敌美味。台北老字号拉面八字碗，让你吃得巧又吃得饱。还有，来自东京池袋每天爆满的超级名店，想要吃啊，可得耐心等待排队哦。本周一中午12点，记得锁定台湾假跳槽。